赖清德旷工之子不是今天吧？用今天想到呢，他以前怎么都没有想到？你要做事情，不要为选举。炮轰赖清德抛政见牛肉，当初是行政院长怎不做？要选举就各种突然想到。连假这几天，先见主场新北议长蒋根煌，侯友宜一路向南，第二站来见他。只是部分议长似乎还没全归队。目前他们可能有他们的想法，但是最后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这个下架民进党。毕竟郭董近来动作怎么看都不像要休息。因为郭董你还见了中东锦跟徐耀昌啊，那你觉得他的动作？每个人都有好朋友嘛，那郭董也有郭董的朋友，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朋友。这意思是和郭董朋友圈不同吗？而基层消防也有动作，送了三盆兰花贡品到南投指南宫，贺卡还藏头祈福台民得民心。郭董跟我都是守护中华民国、爱台澎金马这块土地的人，那包括中东锦的县长也是一样的心情。郭董这句支持还算不算数？或许侯友宜心里早有答案。特别新闻刘玉成、庄凯玉，桃园采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